好大的惯性。哎呦，不好意思，宝贝儿啊，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起晚了。抱歉，抱歉，抱歉，刚才我还做着美梦呢，梦见咱们在这个赛场上，在这个雪道上，然后咱们一起玩游戏呢。我们也好想去啊，想去这么好玩的房间，得靠你们自己的努力，怎么才能获得呢？双重努力，双重努力比赛。那么在比赛之前啊，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房间，杰诺哥哥想带你们去看一看，想不想去？杰诺哥哥呢，看到你们能够叫我起床的份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小的奖励，可以从上面滑滑梯滑下来。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动感特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那么在开始今天正式比赛之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边呢坐了六组非常可爱的家庭，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对他们并不陌生吧，因为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六组家庭他们的精彩表现。为了能够给你们补充能量呢，金豆哥哥首先要带领你们吃好吃的。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游戏，那就是是真是假。是真是假比赛规则，爸爸们吃夹有不同调料的饼干，孩子们来猜究竟是谁吃到了夹有芥末的饼干。爸爸们，你们可要加油啦，考验你们演技的时刻到了。啊，韩舅舅，您第一个。哎，舅舅好紧张，我觉得舅舅的嘴都在打哆嗦。你是怕吃到芥末是吗？哎呀，看这表情好像很轻松啊。我感觉吃到葱了。第二位爸爸，来，白爸爸，大家注意白爸爸的表情啊。你这不能这么看，我们都能看见，你只能一口放进嘴里啊。来，高兴爸爸，您现在是戏精爸爸啊，你平时是怎么训孩子的？真是搞不清他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哈。我觉得我们吃到奶油或者吃。来，我们的蒋爸爸，一口吃掉啊。吃到芥末，吃到芥末了。我觉得，哎，眼睛有变化啊，看眼睛里面啊。来，休息一下，那是绿奶油。我这么骗孩子好。来，下一位，郭爸爸。哎呀呀，哎呀，呛鼻子，哎呀。好大的味儿啊，这个爸爸好大的味儿啊。好好吃的饼干，刚才我们一共有七块饼干，其中只有两块放了芥末，你们要根据爸爸刚才的表现来猜一猜，到底是哪一位爸爸吃到了带芥末的饼干，你猜一猜是哪一位爸爸。高兴吧，
来，下一位小白同学，你认为刚才谁吃到了被我们设计了的饼干？高兴，你认为谁吃到了？黄爸爸。好，蒋雨辰，你认为谁吃到了？我爸爸。你爸爸。来，小郭同学，你认为哪位叔叔吃到了带芥末的饼干？郭爸爸。郭爸爸，自己爸爸。那这姐弟俩派一个代表，谁来猜？我认为我爸爸。很多人的目标都锁定在了潘爸爸的身上，认为潘爸爸刚才已经吃过带芥末饼干的，请起立。刚才好几个人，刚才您吃到了带芥末的饼干，对吗？您真吃到了，您真吃到了，哇！所以说恭喜你们四个人都获得一颗星星。好，请问吃到第二块带芥末饼干的人是哪一位爸爸？请举手。哇，猜对了。第一轮呢，是真是假已经结束了。那现在爸爸们稍作休息，妈妈们出场啦。接下来的这轮比赛呀，妈妈们要吃加有不同调料的糯米团，孩子们来猜究竟是谁吃到了加有芥末的糯米团。比演技拼运气的时刻到啦！这一轮为妈妈们准备的是糯米团，其中也有两个加了佐料，是什么呀？芥末。这位妈妈，你有1.9米吧？哎呀，我1.8米的身高。来，肯定能够挑到带芥末那个。哎呀呀，眼泪快出来了。芥末芥末啊，逃不过孩子们的火眼金睛。来休息一下。来，第二位精挑细选一个啊，看看能不能吃到带芥末的。表现很轻松啊。好，不要捂脸，我们要看脸部表情。哎，哎呀，这个可能是这像真表情，这个是真痛苦啊。好吃吗？很好吃。来，来，雨辰妈妈，大事不妙，我觉得大事不妙。味道怎么样？不想说，不想说。来，狂队妈妈，你好紧张啊你。好，吃完了哈。好，来休息。最后一个其实咱俩在比，女士优先。来，您先来。对对对对，来，一起吃了它。不行，不会真被咱俩吃掉了吧？要吃完吗？嗯。子龙，你猜是谁吃到了？金豆哥哥吃到了。姐姐，你猜一猜。妈妈吃的时候，吃了一半就不想吃了，感觉很辣。下一个，小郭同学，金豆哥哥，但是你们不要忽视了，我可是实力派的演员呀。蒋雨辰，我觉得是我妈妈和白妈妈，因为我妈妈刚吃完之后，她站在我边上，我能感受到她的气儿在抖。一直在抖，然后白妈妈就是，我看她走的时候一直在，就是很难受的样子。高兴。就我怀疑我妈还有蒋妈妈，我妈她是湖南人嘛，反正她就特别能。来，高兴，干了这碗红辣椒，干下去了是吧？真的是那样，哇，好厉害。嗯，来下一位小白同学，金豆哥哥，还有谁？没有了，就我自己吃到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一轮是考验妈妈们，结果让我吃到了。来，小韩同学，我猜我自己妈妈。嗯，比如说妈妈买了一盘生鱼，她就加芥末，就加一点，就觉得不辣，再继续加了好几碗，然后呢加了好几勺，差不多半瓶都下去了。芥末是你家的还是饭店的？自己家的。哦，那还可以。现在要公布一下答案，猜金豆哥哥的请起立。因为金豆哥哥天生有一种食物就不太喜欢吃，但这种食物呢，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就闻起来臭臭的，吃起来香香的。榴莲。对，我不太喜欢吃榴莲，我咬第一口的时候啊，那个榴莲的味道就是窜到了自己的不行了。猜韩妈妈的刚才是谁？是你对吧？是您吃到了吗？
没有啊。然后白妈妈，你猜白妈妈了啊？白妈妈公布答案，你吃到了吗？也没有。那高兴的妈妈，你吃到了吗？吃到了。吃到了啊！哇，高兴获得一分。蒋雨辰妈妈，你吃到了吗？我觉得我今天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就是我为什么要让蒋雨辰来帮我选这个糍粑糕。我咬第一口，我心里就想的是回去找你算账。哎呀，高兴，你好厉害呀！猜对两个人都猜对了，后面就没有了，我们都没有吃到了。好，一个人猜对了两个，一个人猜对了一个，把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我演技最好。是真是假？第三轮比赛规则，孩子们喝东西，妈妈们来猜，究竟谁喝到的是乳酸菌饮品？妈妈们可谓是火眼金睛，孩子们，你们要好好表现哦。大家可以看到，面前一共有几杯饮品，这里面有盐水，特别咸，特别咸，还有白醋。酸，还有乳酸菌。哎呀，好甜呐、啊！努力来表演，蒙骗妈妈们的双眼，看看到底谁喝到了乳酸菌？谁第一个先来呢？高兴第一个举手，高兴先来。几号杯？三号。三号啊。哎呀！高兴，你是戏剧社的吧？来下一位，哎呀，一饮而尽呐！哎呀，你是渴了吧你？你渴了吧你？哎呀，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好像也挺好喝的。你来，蒋雨辰，酸菌吧。来，你们两位来吧，一人一杯。啊，姐姐先喝，子龙等一会儿啊，姐姐先喝。哎呀，你是渴了吧？要不再给你倒点儿？我说过，这轮我们要猜是谁喝到了乳酸菌，但是结果很明显，喝完之后这嘴角上都有这个白色的这个乳酸菌啊，所以这次我们要改一下规则了，谁喝到了白醋？子龙妈妈，您来猜一猜。子龙。子龙为什么是子龙呢？子龙，为什么？我感觉。第二个呢？啊，慧琳宝宝。来，盛妍妈妈，您来猜一猜。嗯，我和她是一样的。因为他两个喝的比较慢，我觉得可能是子龙和高兴吧。那你为什么不猜自己女儿呢？我觉得他喝的特别慢。我们家爸爸吃了芥末，妈妈吃了芥末，不能全家这么倒霉吧？哦，还真是，爸爸和妈妈都吃到了芥末，是吧？对，不能全家都是吧？高兴妈妈呢？我猜是蒋雨辰和小韩宝宝。我觉得是子龙跟雨辰。哦，因为子龙他之前就说喜欢喝白醋，所以他在喝的过程中特别享受。我觉得是子龙和雨辰。好，我们依次来问一下，婉莹，你喝到白醋了吗？没有喝到白醋。郭盛妍，你喝到白醋了吗？这边我们的小白同学，你喝到白醋了吗？没有。说明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啊！如果你喝到白醋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哦。猜他的是哪一位？这三位家长每人可以获得一颗星。高兴，如果你喝到白醋的话，请举手。我没喝到白醋，但是我喝到盐水。来，雨辰，如果你喝到白醋的话，请举手。你看好了啊！为什么世上全家一起倒霉？为什么？为什么倒霉？猜雨辰的人请举手。哇塞，这边三个人都可以获得一颗星星。
恭喜各位火眼金睛的妈妈们，也恭喜各位爱表演的宝宝们，大家有没有能量了？有。能不能接受我们更加严酷的挑战了？有。来，出发，走喽！我要找我爸爸，走到哪里我也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在哪里？爸爸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边呢，我们的小朋友和妈妈已经集合完毕了。爸爸到底在哪里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那边。有20位穿着完全一样的大朋友，已经整装待发，等待着我们小朋友走进他们其中，去寻找真正的自己的爸爸。找爸爸比赛规则：20个人身穿一样的滑雪服，头戴滑雪镜、口罩，脚穿统一的鞋子，全副武装地站在雪地上。有6个孩子来寻找自己的爸爸，选对者即得分。谁有信心能找到爸爸？就你自己举手吗？那你首当其冲，你第一个好不好？告诉我你爸爸的名字叫。江雪峰。说实话没什么信心，我觉得这么多人里边，他不一定能认得出来我。好，20位大朋友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啊。来，现在出发去找爸爸吧，祝你好运啊！2分钟的时间，计时开始。哎呦呦，这都看着都不像呀，怎么跟假人似的都不动呢？这个动了，但这个不是。哎呦，哎，你还看我？开始腿，腿挺细的。他已经说过了，说爸爸这个肚子稍微大一点点。抓紧时间啊，已经过去1分钟的时间了。哎呀，怎么都1分钟了？其实身材都差不多，我过去就低头看我，就搞得很奇怪。你每次过来都看我。摸摸腿细不细，腿和肚子的对比，就是肚子很大，肚子很大，腿比较细。这是爸爸的身材特征。这个是就是他，就是他，那你就拽出来好了。把一个爸爸拎出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呢一走。了解。这个，感受是爸爸对吗？一样，你再仔细观察一下，是的话就把他拉出去吧。是吗？不是。哎，你怎么碰的时候又不是了呢？我觉得走路不对。他爸爸平时走路不是这样的吗？他爸爸走路不是这样的。就是嘛。下一位谁来？我。来，出发。加油！加油！计时2分钟。两个孩子找的时候，其实姐姐已经有感觉了，我觉得她就是直奔那个方向去了。她说我要闻，因为姐姐的习惯就是什么都要闻一下。这个姐姐一直在旁边闻味儿啊。她真的去闻味道了。啊，爸爸平时身上什么味儿啊？我爸爸身上有香味儿。但是穿着这么厚厚的衣服，而且现在特别冷。对，我也觉得那个味道应该没有了，特别特别小啊。比较着急，因为我当时站的时候能听见他们的议论嘛，然后我就用眼神去看他们，但是戴着墨镜根本就什么都看不了，
所以呢，当我女儿过来在我这儿又转呀又闻呢什么的，我就可希望我动个小动作让她知道，但是咱又不能这么做，这不是做对吧？感觉有一个像，我一直在盯她。哪一个？第一排的中间。就这个是吗？啊、哦，第二个对。啊，好像是有点像哈、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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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是不是？怎么走了？走了。哎，怎么擦肩而过？哦，她还在闻，看还在闻。好，十。九、八、七、六，哎，不用走了。五、四、三、二、一，有没有目标？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就放弃了。爸爸不在这里边，找一个爸爸出来。好，出来呀，快点！这个感觉不像啊。我觉得是因为我拦了，我就盯着他。好，妞妞做好准备了吗？两分钟的计时时间，出发。妞妞要找舅舅啊。嗯，我不是韩明和林的爸，我是他舅舅，我是临时来替场的。我估计啊，他可能找不着我，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嗯、啊！但是我好像看到有个人，好像舅舅，通过站姿。一二三。第三第三排的那个最后一个，第三竖行的最后一个啊，就是最正中间那个哈。对对对。嗯，这是谁了？好，来，好，妞妞找到自己的舅舅了啊，高兴。接下来该你去找爸爸了。嗯，高兴，爸爸这几年还是比较有时间带你带的挺多，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希望，一眼就把我看出来啊。这里面有没有自己已经锁定好的目标？没有，没有是吧？两分钟的计时时间啊，抓紧时间，出发！哇，小伙子真快啊！这个没有，这个不是，这个太瘦了，这个太高了，这个太瘦了。老师啊，我觉得我的目标有可能在这儿，我觉得这儿都不像。一会儿让你打出内伤来了。这个。老师啊，我选这个，这位是吗？对。那好，来回到队伍当中，还剩下最后一位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小白同学，你是最后一位去寻找爸爸的啊。腿比较粗，所以说他们应该能找出我来。足球教练腿部肌肉比较发达，来，两分钟时间、啊。我找爸爸的时候还挺紧张的，我怕跳错了。我一开始信心满满，我到那儿肯定一眼能看出他了，结果没想到咱们这个节目组伪装得太好了，给他们就是因为裤子特别肥嘛，所以我整个都看不出来他的腿到底是什么样。别说小朋友，大人就是一眼望过去根本就找不到哪个人是自己的这个爱人啊。我选这个啦。最后认出他来是因为他的站姿就是有点抽肩，断定那个是。我摸了他的屁股。为什么摸完屁股之后觉得是自己的爸爸？感觉他的屁股很翘。好了，六位小朋友已经都找完了自己的爸爸，那现在我们一一的来揭晓。高兴和雨辰两个人找到了同样的爸爸，到底是谁的爸爸呢？来，我们慢慢的先摘下口罩。是你爸爸吗？是，是手套就是啊。来和爸爸拥抱一下吧啊，高兴找对了啊。好，请郭胜言小朋友找到爸爸到这边来，摘下口罩，是爸爸吗？他愣住了，看不出来。来，请摘下眼镜，是爸爸吗？来，请我们第三位大朋友也到这边来，这样我们先把这只手套摘掉好不好？嗯。是爸爸吗？是爸爸。啊，是爸爸。是爸爸。哎呦，真找对了啊。小妞找的是舅舅，来，请这位朋友摘一下口罩。肯定不是，这手太细了，这手太瘦了。这是个年轻小伙子应该。来和哥哥抱拥抱一下吧。你成了这位小朋友小舅舅了。有很多小朋友都找到了自己的爸爸，就看看你的了啊！来，请摘下口罩和眼镜。爸爸。哎呀，真是好幸福，好甜蜜啊！
好，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到更加激烈的趣味运动会的比拼。接下来在我们的趣味运动会当中，马上迎来我们的终极挑战，那就是指压板上来跳绳。大家可以看到指压板就在我的面前了，把鞋子脱掉之后，哇，窜上了感觉，啊，但是如果要是在上面跳，啊，哇哇哇，各位注意，我刚才只是穿着袜子做了一个简单的示范，如果让你们脱掉袜子的话会什么感觉呢？那么到底哪个家庭要穿袜子，哪个家庭要脱袜子呢？我们要通过三个小游戏来决定。我们要玩的就是一个手脚协调的游戏，哪个家庭要派三个人来出场，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图标所示，右脚左手双脚左手，哎，是哪个哪个啊？那右手双脚双手，嘿嘿，哎嘿嘿嘿，哎呀，嘿嘿嘿，对，这样的话就算你顺利通关，哪一个家庭用时短哪个家庭就获胜了。潘婉莹，三二一开始。从头来从头来从头来，这个稍微一反应就会错误。住啊，哎哎哎，这是手。事情看着挺简单的，一下就能过去。就是我老跨不过去，就是第一跳的时候把脚看成手，有时候把手看成脚，所以这一遍一遍老错，而且不稳。得想一下。那是手，姐姐一次一次跳不过去的时候，我很着急。女儿的话，她其实是协调性很好的，因为她学跳芭蕾嘛，所以呢，她没有几次没过，我就觉得，哎呦，我有点紧张了。我看她过不去，我对我自己如果要跳的话，我也挺担心的。爸爸可以来。我没有想到我一次能过。有了妈妈做，妈妈和爸爸。有了妈妈和爸爸做示范啊，我们的婉莹应该没有问题啊。也挺为他着急的，但是还得鼓励他，让他别错一次就不敢做第二次，然后鼓励他要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不管花多长时间。婉莹家庭用时是3分13秒，蒋雨辰家庭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在那个手脚协调的那个游戏，
实在我们家我是公认的最不协调的那个。哪只脚哪只手，哎，手脚哪只脚手好。好，这样每只脚四肢都在上头。好，然后怎么办？这么在。哎呀，你好协调啊你！你好协调啊！哎呦，你以后不要老说我不协调了。来看爸爸的了啊！这是得不行，您夸过了一个。对，必须先上脚。做那个手脚协调那个游戏的时候呢，之前我看着我觉得挺简单的，但是上去以后呢，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哎，不行，又跨过了，得先迈脚啊，得先迈脚。因为我这个老筋好多年没撑过了，协调性还可以，但是，往那一做动作确实是够不着。右腿，哎，那是脚，那是勺，那是脚还是勺？比较慢，然后拖了后腿了。可以上右脚吗？再上左脚，哎，上俩手，上一只脚，哪只脚呢？是右脚还是左脚呢？左脚。左脚。好，手好，手好，对，嗯，好，慢点，手好，脚。哎，蒋雨辰家庭用时是3分52秒。闭着眼睛，那个眼镜很重，我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沉，看是看不太清楚的，但是通过那个味道，就感觉啊好香啊，有一股芝麻香的味道，一闻到这种味道我就不用看了，我就直接就拍出来了，闻的味儿还挺香的，像是麻团。不许用手摸，可以用鼻子闻，哇，好香啊，请睁眼。10、9、8、7，好好闻一闻。5、4、3、2，哎，好香啊！1，告诉我是什么？是白色的。我们都知道是白色的，而且是不是特别香，对不对？啊，真没闻出来。真没闻出来啊！好了，没有答案了，时间已经到了。您自己摘下来看一看吧，好香的一种食物，荔枝，荔枝，对。
对着那个光来回找，找来找去，最后一看它的那个表面是不光滑的，所以我想它肯定不是葡萄。它确实不是光滑的，因为别的也不知道什么是紫色的又不光滑的，没想出来。其实最后就是蒙了一下，是什么？枣，改不改？人啊，这个意识是非常强大的，你越觉得像它又越是，而且你越能闻到这个枣的香气，非常遗憾。送给你自己看一看。啊，这不是草吗？恭喜你答对了。我们的小白家庭三次都猜对了，我们的高兴家庭妈妈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没有猜到白色乒乓球，非常遗憾。一会儿我们指压板跳绳的时候，你们要脱掉袜子。这个游戏呢，要求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参加比赛，要根据我提出的问题，用一个词将水杯当中的乒乓球吹出来。比如说，我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爆，爆，暴风，暴风雨，明白了吗？啊，就这意思。在动物园里都有哪些可爱的动物呢？时间有限呢，你快点啊！暴，暴，你说暴，暴啊！来来，妈妈看，狍子，狍子，哎呦！哎，动物园里有狍子吗？东北有狍子。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呢？动物，你是狗疼吗？你。兔子。对。兔子。使劲使劲。对着对着使劲对着。兔子。使劲使劲。兔子。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您的外甥女儿。漂亮。您真是够漂亮的，来，妈妈。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舅舅。帅。气。气气。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暴风雨。你就接着说。暴风雨。暴风雨。暴风雨行了。啊。暴风。过年我们都要干哪些事儿呢？鞭炮。使劲，使劲，没出来。放鞭炮。你把那个劲儿全用在了放上面，不对啊！看我，看我，看我。放鞭炮，这个鞭炮得有500响的鞭炮，随便唱一首歌，将它吹出去。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吹出去了。我还一直在旁边唱呢。漂亮的，漂亮的姑娘，哎，这是一首歌。你也唱完了，我没听出来啊。漂亮的，来唱。啊，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啊，行，算你对，算你对，算你对。大胖子，一点小头发。爸爸是怕你还是你怕你爸爸呀？怕，爸，爸。计时开始，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老婆。漂亮。来，妈妈，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女儿。可爱。可。你是可爱。活泼，哎，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金豆哥哥。什么？怎么的了？我难形容啊。什么鬼没唱什么？怎么唱的？你说的是外星语吗？用一个词来形容金豆哥哥。帅气。宝贝儿，我求你，我求你说一遍风度翩翩，行不行？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你说个棒棒的。胖胖胖胖的。你们都是坏人，我跟你们说。动物园里有什么？想说我帅气，不给你机会。落魄。用一首歌来唱出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朋友啊，朋友。从上面，从上面，从上面。朋友。啊。
朋友啊，朋友啊，来，哥哥，快去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今天的天气。暴风雨，暴风雨，喊是不管用的。炮。暴风哎呀，你们时间已经超过了6分14秒了，游戏已经结束了。一会儿指压板跳绳的时候要脱袜子了。指压板上来跳绳，双方运动员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右边来挥挥手，是我们光荣的脱袜子跳绳的组合。左边是要穿着袜子来跳绳的家庭。那么金豆哥哥呢，现在也想来挑战一下指压板跳绳。我不脱，你们都是坏人。来啊，我小的时候是小学跳绳冠军。雨辰家庭请上指压板。没脱之前我先踩了一下那个指压板，挺疼的，然后把那个袜子脱了之后我再上那个指压板，那就是很疼很疼了。1分钟计时开始。在跳绳的时候那个绳子确实不太好使，然后总是卡到那个指压板上，然后很不好跳，然后我妈还在我边上嗖嗖嗖嗖的很快的跳，然后我就感觉靠我妈了。哎呀，妈妈好厉害呀。指压板之前试过，觉得挺疼的，疼那么几下基本上脚就木了，没什么知觉了就。哎，爸爸也可以，爸爸也可以。刚开始的时候脚没觉得多疼，但是跳到后来的时候这脚真挺疼的，我就觉得时间怎么1分钟这么长啊，怎么还不停啊。哎呦，他们的数量很多啊，时间到，做好准备。3、2、1，开始。哇，妈妈好厉害，敏感的。爸爸您倒是跳啊。我们小白妈妈已经说了，多跳两下脚就木了啊。哎呦，妈妈成绩好棒啊。5、4、3、2、1，停。高兴爸爸，咱不论这跳怎么样，这个道具怎么回事呢？这个道具你是怎么给拆成这样的呢？来给他们鼓鼓掌。3、2、1，开始。小白你一定要跳过去我们才算数啊。哎，这算一个，这算一个。我之前就不会跳绳，然后我一个一个的脚去跳。我觉得我的实力应该是没啥太大问题，因为跳绳咱小时候都学过嘛。本身我体重就重，跳到指压板上这个受力啊，这个脚底板真的是很难受。但是没办法，这也是一种这个比赛嘛。这个小白的爸爸现在这个速度非常的好啊，不求快但求成功率啊，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不禁夸。
毕竟以前是搞运动的，一说跳不了几个，那多没面子。停，爸爸的成绩110，哇、3、2、1，计时开始。哇，这爸爸妈妈很棒啊！哎，小郭也很好啊啊！哇，哎，目前最高成绩是160，那么我们小郭同学的家庭能不能超过160呢？声言你要加油！哎，哎，哎，三个，停，好，时间到，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哇，舅舅好好棒啊！哇，哇，妈妈也好厉害呀！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哇，舅舅好好棒啊！哇，哇，妈妈也好厉害呀！三个人的成绩都非常的稳定啊，目前应该是妈妈跳的是最多，舅舅紧随其后。小薇加油，最后几秒了，加油！3、2、1，停！哇，来，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结束之后，我们的冠军家庭也已经产生了。是谁呢？就是站在我身边的白星河家庭，恭喜我们的白星河家庭成为我们的冠军家庭。让我们用掌声请出野三坡阿尔卡迪亚国际度假酒店总经理张涛来为我们的冠军家庭颁奖。你好，你好。嗯，你好，你好，来为我们的冠军家庭来颁奖。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动感特区，欢迎大家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最后，让我们所有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再见。